腾的榴莲好便宜呀、啊！儿子就睡着了。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一个，买了两个，才13块钱一斤。我请你们吃榴莲。哎，这里三个，这里还有三小盒。我先坐在这里先吃一个。水果啦，吃榴莲啦！今天买了两个大榴莲。嗯，爽！这榴莲特别特别香。我嘴巴，哎呀，小皮鞋，你不能吃了，你已经吃了一个了，儿子。这个衣服今天有人在问，它其实是一个短上衣，一个短的那种衣服，然后下面配了一个裙子。手机快没电了。那个睡上个月吗？可以去啊。你要单独买个票吧？啊？应该是。待会儿让你吃一个芒果，我今晚又不想吃饭了。